900万了。一定会做的，也就是说关灯吧。哎呀，关灯，
这气球有点针对我的意思。Sorry， 马哥。哎，我说的不会开灯，是不是不相信？对啊，所以马哥是关灯的人。有没有人最喜欢别人对自己的称呼是什么？十五分钟。啊，这个就看他正不正经。廖文什么？要看廖文正不正经写了，还是啥？他什么问题？什么？最喜欢别人对他的称呼。看什么啊？手机。看到了，廖文宝宝。叫什么小宝贝儿啊？最喜欢的称呼。好难啊，这个我说实话。对，来吧，你定谁？最喜欢的就是我。哦，小杨开始吧。说实话，气球真的恐怖。哪儿恐怖啊？说完了，称呼。我以为他说完了。啥呀？儿子。这不可能吧？眼泪算不算？你是称呼吗？对啊。再说一遍。不会是这个？我写的肯定是不跟平时不相关的。怎么可能你占的便宜呢？你想想。对啊，眼泪。文文。我也知道了，小哥哥。好，下一个。小弟弟。好，下一个。对。这么难猜。意思啊，真的是不好。说我最想听的那两个字是什么吧？不想打呀。两个一样的字吗？太恶心了你。快下一个。快下一个。baby。哥。快下一个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不说。啊。我也不说。我知道了，我也不说。G 开头的吗？不会是这个吧？我怎么感觉是 B 开头的？我想想啊，我也感觉。耀耀，耀耀，我知道什么，反正就两个选项。那我们喊出来 ，Gigi。我们五个人都是第一个心要。Gigi， 是吗 ？Gigi 不是 ，Gigi。来个哥哥，扎你！看我，哪个来个哥哥？我不来。你好，好了，我给你20块钱。美女，我刚都喊了小哥哥了，你觉得哥哥？小哥哥才是哥哥。小哥哥跟哥哥不一样，好，二百不一样，是二百。好，现在大家见证一下，哥哥不是这两字，我说的那两个字，那两个 B 开头的，肯定 B 开头的呀 ，B 开头你说了，200块，200块 ，B 开头的，啊，两个一样的字，宝贝儿，宝宝，宝贝，它是四两个一样的字，宝宝呗，宝宝呗，这名字太刁钻了，宝贝儿，抱，哦，抱抱。你念一张，我说啥呀？谁？啥呀？你说啥呀？是啊，200，你说了，说我绝对给200。你说怎么会写出来这么恶心的东西？马吗？40，来来，念全身的给200。拜。该谁了？该谁了？马哥还没念，我念过了，念过了。念的哥哥，人家先念吧，人家先念。我真的念不出口。我念叔叔 uncle， 快点，伯伯，真没意思。舅爷，我是我大舅子，你念了呗。我是怕这游戏结束不了啊，这是啊，可以吧？这够诚意了吧？好，哎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扎呀，扎好了，扎吧。哎呦，这好像有点痛感。对呀，还有痛感，这不一个字吗？不。字典里的那个哦，该谁了？我还是很心愿，心愿，满足你的心愿。张哥，那这心愿就是我这心愿，没有屁呀！开玩笑，这心愿就是嘘，那你给我50块，够，心愿就是你够，请我喝水。好的，好呀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张真源最喜欢的动物。什么问题？我也是那只仓鼠嘛。啊！我先往离谱的往方便猜。我最喜欢猎狗。张真喜欢绿龙。张真喜欢棕熊。动物。张哥肯定要写猫。张真喜欢棕熊。蜥蜴。我见过蜥蜴了。站起来。张真喜欢鳄鱼，喜欢狸猫，喜欢。见过。喜欢。不是，你见过猩猩开车的视频吗？好熟练，放水那个是吧？放水那个。你看过猩猩开车吗？熟练是吧？真的开。
还会刹车呢？你这写太多了吧？心想事成了吧，就可以开车。写一个，写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写这么久？就是这个。嗯？怎么了？你写了个什么？什么信息吧？不要这个了，这个太搞笑了。你说吧，从谁开始？开始写神兽了，饕餮吗？从浩翔，嗨嗨，我来你就失散，渡渡鸟。空气突然安静。那我就是狸猫，不来了。我来猜猜，听说袋鼠。猎豹，鸭嘴兽啊！你这是什么东西？鸭嘴兽怎么对？对啊，皮卡丘。你这个有点皮卡丘不是动物，皮卡丘怎么不是？还有帽子，这不行吗？来你来，草履虫虫三种，舒缓单细胞生物，单细胞生物，开始玩这方面的。穿山甲，你的长项，这还是长项。毛毛虫，告诉我呀，赞。蝴蝶蛆啊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先了，那就眼镜蛇吧。哦，蛇啊！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还没说呢。猪啊！不是还给你分种类吗？猪啊，鸭呀，狗呀，这么多、啊？成都动物园的鸭子。这有点卡 bug 了。鸭子，不要卡 bug 了。鸭子。哎，浩翔跟你了，到我了。啊！讲了，朱雀。这是神兽、哦、真实存在的呀，龙，那叫猛犸象，存在过，剑齿虎，六角翼龙，迅猛龙，下一个，丁刚没，丁说啥？翼龙，一个物种只能就对，一个物种只能说一次，你们自己这个种类说完了，都已经过了这儿了，亚轩，啊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蜘蛛，就像一颗哑巴。猴子，螳螂，丹顶鹤，猪，我这太难猜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。那我那还好吧？该你了。养了吗？没养。狗。猫。完蛋了，我写的太难了。哦，是吗？我知道你写的什么了。树懒。要不你给个提示？哦，我写的乌龟。乌龟是树懒。他写的乌龟。那不是说汉水宝马吗？啊，海绵宝宝派大星。派大星，我们知道什么好吗？要真实。那是海星和海马。那这，臭鼬跟那个平头哥。平头哥，这都是省哪门的动物？我这哥很猛的，好吗？那油猪，丁哥。哎。河豚算吧，算，狐狸也算吧，算。哇，真是，我那个太难，我不难吧，挺常见的呀。你说到了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了。猫头鹰和丹顶鹤。你说过喝说过。猫头鹰和白鹤。白鹤。危险。蛔虫和涡虫。什么东西？真走偏了呀！这个，哎，小哥，你往我的方向猜一猜。我有个提醒，它螨虫和蚂蚁。哦，可以。它是一个小型动物。啊，小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大象。我给你想一想啊，是不是跟老鼠长得有点像？有尾巴吗？跟老鼠长。你提示一下，提示一下。你猜对了，可以指定一个人炸。好。龙猫。行。指定张志远炸。对呀、啊。再提醒一下呗，鸡是一个国宝类的，中国宝，獾应该是獾，金丝猴，这样我随便摇摆，你们猜对了我就炸，你什么？中国没有，猜吧兄弟们，考拉，不是，哎，对了，是啊，我自己对我，考拉是给你指定，指定张志远，哎呀，你现在说让自己炸，行，我在前面来炸，太惨了大哥，好，小心点小心点。你怎么蘑菇眼睛？你干嘛展示在这儿？帅！你好，咱们最喜欢下的下的火锅里的菜。下的火锅里的菜，狗窝里的可窝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又
中，你搞个鳄鱼嘛。首先先猜脑瓜。中了。脑瓜，脑瓜。蚕蛹，宽粉，公仔面，毛肚，有点难啊，捞米，都不用过来了，土豆粉，哼，毛血旺，我想吃道菜，血旺就是，你是想说鸭血？鸭血，青菜，肉类的。牛丸也跟牛有关系，黑牛啊！这么正经吗？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好吓人！肥牛啊，肥牛啊，肥牛涮牛肉。啊，那我其实我还没有心愿这个环节，我真亏呀！你自己给自己心愿了。牛丸为什么不算？牛丸为什么？那其实太对了。牛丸为啥不算？没有给我牛丸和肉片儿，这个丸子肉片儿，我可以。你要说你玩了吗？马哥说要给我个心愿，他不给我个心愿。我不跟他说的。那你那天再戴个粉帽子，张哥，你到时候穿个一套紫色去上班。好，好，可以。那我们一天吧，到时候。对，好，医生。会给你一包，一定会有的东西。一定会有香水的。香水的。哎呀，这个成绩下，我在了解我不知道的事情。赫尔包里有充电器，往离谱里想就行了，兄弟。有粉底。赫尔包里，赫尔包里有手机啊，不至于嘛，这是。这儿的。嗯。马刚好摔。包里一定不会放头发。哎呦。放大熊猫。啊。放翼龙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就放香水。放袜子。放起初口红，嗨，还可以直接扎吗？粉底液，放双眼皮贴，双眼皮贴，房产证，到他，篮球，篮球，充电器肯定，充电器，一颗白色的乒乓球，放那个，速效救心丸，哇哦，可以放。衣架，我们过房合同还离谱吗？还不离谱。奥利奥，口气清净剂，热气球。你们是提前知道答案的吗？猜对了，久了就该我们猜对了就扎他了。完美避开。手机，这都两轮了。我充电宝。驾照，好了，是不是该换？是不是该换？好。来，小伙子，耳机你都敢说？啊 ，Go！ 我也不敢想。赶紧的，真是耳机啊！好，你的心愿是什么？你呀、啊，我就不用上班。你是粉色的啥来着？我是粉色的饮料，给你带瓶。还挺难整的是吧？戴个粉色的帽子上班了，行。马佳琪最讨厌的食物，这太简单了，折耳根。小龙虾。马哥，你这波写的两个，我就这么几个讨厌的东西，我写的。折耳根。该我了是吧？芹菜。啊，不对，韭菜，韭菜。苦瓜。香菜。很捏爆，很捏爆了。那我要张哥穿，爱意的粉色的短裤和粉色的袜子就上班。好，就是上半身紫，下半身。来，我喜欢，该我了吧？你好喜欢啊！啊，谁先说问题？我上半身是紫色的。那你的裤带？最讨厌天气。最讨厌天气。没事没事。最讨厌的天气。多云转晴。看到喽，多云，
阳光，下一个雨天，下一个阳光，下雨，啊、下雨说过了，是这个吗？下雨说过了，下雨说过了，宝贝说，下雨说过了，不是，打雷。对了，捏爆了，捏得爆他，捏得爆，我跟你捏爆，爆啊！这个才是刺激的，捏不爆才是最啊！这个才是最煎熬的过程，你知道吗？捏不爆，拿根针吧，要不然你给他试试。不、哦，那你就不爆了。你可以吃，可以，汗都流出来了。流汗黄豆，请我吃一顿饭吧。好，好。讨厌的味道。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手指伸出来。乌木香，味道，对啊，香菇香味嘛。口味，辣味。甜味儿，酸味儿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，真的假的？酸甜也酸，那甜不酸吗？真的，我帮你堵一下耳朵。我可以帮你拿着，你帮我拿着吧。你堵一边啊，一边也够了。哇哇！真的吗？这个好香，是应该请我吃两顿饭，应该请我吃两顿饭。所以欢迎年底略胜一来。看你第二最讨厌的昆虫，这么难吗？说吧，昆虫，螳螂，蝴蝶，蚂蚱，跳蚤，蟑螂，蚕蛹，独角仙。独角仙，蚯蚓，是它。蜻蜓，蚂蚁，螳螂，说错了。完了，没有几个人知道。蚂蚁说蚂蚁说过了。可以说别的。这么才是蚂蚁、蝈蚁、食人蚁，这包含了所有的禽螂，我是蚁人、蜜蜂、蚁人、子弹蚁、毛毛虫。毛毛虫，着了，毛毛虫，真是毛毛虫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被我穿了，蝴蝶没着，毛毛虫着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在那个盘子上，要不可以捏爆？啊，我迷在我身边。啥？又通奖？这又来一次了。应该请我吃顿饭就行了，还请了一个好惨。那我们是敌的，那是张哥该请的，没错，我请的。那是你正好抢了我的，下次还是我请。抢了啊！再请一次饭，好。家里人最讨厌的声音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抠黑板的，我声音已经太……哇，那个太恶心了。泡泡的声音我真的是可以了，吉他失真的声音，刹车声，打呼噜声，刮黑板，刚才讲话的声音。鼓声，电钻声，噪音，那个确实算噪音，那边有点大，是不是？对，着那着了，修车声，你就是噪音的类型，噪音的类型，噪音，闹钟，哇，好自信啊！就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调，但是不是？不一样，啊，当然，牛肉，哦，当然，帅啊，闹钟啊，快扎吧，先扎了再说。不，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说吧。心愿吧，心愿。心愿，那就请我吃饭。就
我吃三顿。对，吃大三口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抽到目标，看的口更大。不要想再买一个水果。一口一口又一口。然后想吃苹果，石榴。最快的水果。那个榴莲。人家不敢。覆盆子。车厘子。李子。冻梨。火龙果。不信火龙果。西瓜。西瓜。杨桃。蜜瓜。哈哈哈！蜜瓜。不要说话，你刚说的。草莓。木瓜。木瓜呀。这么难猜吗？黄瓜。桃儿。倭瓜是。奇异果。奇异果。刚刚说桃。桃的。香蕉。牛油果，还有啥？牛油果我还蛮喜欢的。还有水果啊？火龙果说过了。榛子，榛子，榛子不是，榛子不是人吗？对啊，榛子不是果。山前嘛，山前是榛子。还蛮香蕉。苹果没说吧？说了，说了。那个叫什么？杨桃。说过了，杏子，杏子，你在，见过了，说过了，现在见过，就是杏子，哦，冻梨，说过，是热梨，烫梨，绿葡萄，丑橘，还有啥水果？砂糖橘呢？你这写的啥玩意儿啊？到底是？我讨厌的水果，什么颜色？我真没记那个东西什么颜色，因为太讨厌了。哇，青苹果，这种东西，我真没记那玩意儿啥。人家讨厌的东西不应该记得很清楚。五颜六色吗？难道它？牛油果啥？牛油果，牛油果说了，西瓜也说了。大哥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你要猜中就扎我呗。这几个字嘛？俩字。俩字。樱桃。蛇果。龙珠果。释迦。比你们想象的要长一些。木瓜，黄瓜，冬瓜，甘蔗。甘蔗不是蘸好吃的吗？他说长一些的嘛。甘蔗。最后一个，你可以主动给他一个用。马哥是主动给我。我看张志远和杨浩 PK。小浩打一场 PK。最后一个。麻溜的吧。八角龙给他们买。最后一个了。会员那太多了，那全部都是啊，全部都是啊，洗碗，我做家务，我每次生活就你最花的。我现在睡一会儿，多歇一会儿，喝了。走吧，我们一起。干什么？我们一起睡觉。干什么这么长？好、哦，洗碗。来，抄手的还是抄手？抄手。你这个真的烂到了，真的烂感觉。活跃气氛吗？说什么？扫地。洗衣服，好自信啊！自信，英哥今天节目效果大了，好了，太棒了，自信心电炮，自信心电炮，这不是为了大家吗？绝对吗？是吧？说给你就给你，洗衣机满足愿望吧。最讨厌拿洗衣机洗衣服了，太累了，英哥。狮子大开口，结束了，啊，结束了，该狮子大开口，走吧，那就英哥请我们吃顿饭。我天哪，请我们了，请我们28顿了吧？没有，然后去算一下。丁哥好惨，对吧？推惨了丁哥。我回来给你们带烧烤回来，可以，对吧？给你带烧烤。再说，拜拜。